后啊，嚟睇一睇佢喂，今次嗰个金卡表啊，嗰、那个其实预示住佢 Konami 未来有一啲咩嘅政策同埋方针咁样咧，咁我哋可以喺一啲即系喺嗰啲描述嗰度揾到一啲蛛丝马迹嘅吓。咁啊，例如呢一张啦，呢一张核城巨龙佢个描述就系咩咧？如果使用三张，就能稳定地在一回合内让一切结束。啊，呢、這个系重点啦，就能稳定地在一回合内让一切结束。呢句说话简单地嚟讲就系可以 OTK 咯，系嘛？即系可能啊，简单啲嚟讲就系如果你用三张就可以 OTK 啦。咁我哋决定咧就限制呢张卡数量。咁因为呢张卡可以 OTK 咧，所以我哋限制呢个卡嘅数量。咁啊好明显，即系佢个依家个思路咧就系要令到呢啲 OTK 嗰个发生率降低嘅，咁即係你可以喺呢个说话嗰度呢就已经係明显地见到佢嗰、那个即係未来嗰、那个营销政策同埋嗰个方针係点样啦，就係、是、要唔可以令到你咁快去结束一场游戏囉，即係唔可以唔想令到嗰个游戏王变到 OTK 游戏咁样囉。咁跟住落嚟呢就又系呢个啦吓，永恒的魔导师度又有一个即系一个政策啦。咁系咩呢？喺长期活跃嘅主题入面啊，胜率一直都非常高，系嘛？因此我哋决定会对啊导致环境固定化的主题进行下调处理啊。重点嚟啦！我哋决定会啊对会导致环境固定化嘅主题进行下调处理。嗱、啊、呢句说话就系重点啦。即系意思就系 Konami 佢哋呢唔想见到游戏嘅环境全部都系嗰堆嗰几套嘅卡牌啊。咁而进行呢、這个下调嘅调整嘅吓、啊，即系佢都想呢隻游戏入面系比较多元化啲啦，系嘛？即系主题丰富啲啦、啊，卡组多元化啲啦，即系等啲玩家唔好哇，又系啊自闭狗系嘛，又系成契弟咁样啊，应该就佢就意思就系唔想见到呢啲情况咯吓。咁、啊、当然我呢个讲法系比较。即係比較上係站喺一個玩家嘅角度啦，係嘛？咁、啊、我哋講完一個玩家嘅角度，然之後我哋先再嚟一個公司啊呢、這個經濟政策上面嘅角度嚟睇啦。咁我哋繼續睇啦，係嘛？咁啊呢個核城降客就冇啦，都係即係呼應翻呢、這個一呢、這個啊。即系呼应翻呢个杜绝 OTK 嘅呢个意思啦，系嘛？咁你见到，咁而嚟到呢个限制二啊，嗱，又嚟到一个啦，啊，又系呢个重点啦，一模一样啊！喺长期活跃嘅主题中胜啊，使用此牌嘅牌组胜率一直都非常高，因此我们决定会啊，对会导致环境固定化的主题进行下调处理。嗱、啊，又系呢句啦，重复地出现啊呢句说话两次啦。咁即系睇嚟佢系即系比较明确地话俾一个玩家听嘅意思就系咧，我哋会即系令到呢只游戏系要多元化啲嘅。啊，你见到呢个永恒魔导师书嘅描述同埋呢个堕落武者嘅描述。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咁意思就是显示到即是由呢个禁卡表入面嘅描述可以显示到佢未来就是即是想令到隻 game 嗰、那个卡组多元化啲啊，主题丰富啲啊，等啲玩家可能冇玩到即是咁单一啊，可以令到隻 game 嗰、那个对战可以令到更加精彩咁样啦，唔想太多嗰啲卡组长期居于呢、這个
使用嘅高峰系嘛，即系嗰啲主流牌组啊，啊叫咩啊，学立鸡群啊，咁啊应该就唔想，即系喺一个玩家角度，你可以咁样去理解呢、這、一个今次嚟到，即系通过呢个禁卡表想透露俾玩家听嘅一啲一啲蛛丝马迹啦吓、啊，就系、是、咁样。咁啊跟住嚟啦，啊又嚟重点啦，咁啊我哋喺呢个。Konami 呢间公司嘅角度，喂，喺个财政政策上面啊，佢到底系咩意思咧？咁样啊，咁啊你啦，啊咁啊你见，即系你哋，即系你如果有玩开，应该都知道噶啦，系嘛？即系可以从一啲大数据入边都见到嘅呢个游戏王嘅嗰、那个，即系嗰、那个嗰、那个人数啊，同埋佢嗰个营业额啊，都系不断咁样系降低紧嘅吓。咁啊，咁啊，佢又谂，喂，点样可以令到我哋嗰、那个，即、就、系、是、我哋嗰、那个收入提高翻啲，同埋掠水掠多啲咧？咁佢又发现啦，喂，啲人。吓、啊，货咗我个核成包，咁咪我出啲咩佢都唔货，喂，咁我点啊？佢即系一副牌组啊，咁啊玩到我只 game 执笠啊，吓唔使俾钱，唔使俾钱我赚啊，吓系嘛？因为一哇，你有买一个抽一个卡包，咁咪啊玩晒啊你啊！咁我食咩呀？食谷种呀、啊？唔得喎，呢、這个啊严重影响到我哋公司呢个财政收入喎、啊。啊你咁样唔掂喎，你咁样。喂諗啲政策搞搞佢啦啊咁样嚟啦啊。喂唔掂喎，依家我见到啲人啊长期用核成飞龙，喂咁我哋啲新卡包嗰个销量点搞呀啊唔得喎。一定要搞佢啦，嗱嚟啦，咁我哋一嚟咧就要落 order 核成飞龙呢啲咁嘅 out 卡系嘛，一定要限制啦系嘛，大削核成啊，啊等我哋个未来嘅政策就系、是，即系都唔系依家噶啦，即系其实 Konami 本身都系一个咁样嘅营运方针啊，只不过系。依家就开始更加之令到呢个方针突出啊！就系点样咧？就应该讲出嚟，你哋都知噶啦，系嘛？就系点样咧？就首先我将一啲主流嘅卡限制咗先，咁然之后出一个新嘅卡包，等啲人焗你去货嗰个新卡包嘅劲卡啊！咁然之后等你啊货满货饱嘅时候咧，系嘛？我哋又嚟禁呢、这个。啊！呢个新卡包嘅卡啦，咁然之后再出第二包新卡包嘅卡，再推上去啊！咁啲人咪咯，系嘛？咁啲人咪要焗住嚟货金咯吓。咁、啊、我唔系唔俾你玩，系嘛？我俾一张你玩，系嘛？够未啊？唔够俾多两张啊？唔系唔俾你玩嘅，我哋啊，你要玩都得，系嘛？但系就唔会劲嘅啊。就唔会赢到嘅啊！你货新卡包呢张张卡都可以落三张啊！但你如果想玩旧卡包呢哈、啊，你就只能够啊落一张啫，啊落两张啫，就咁样啦啊！好公平嘅，我哋公司系嘛，公平、公正、公开嘅系嘛，即系呢个就系、是、啊呢、这个营运嘅方针啦、啊虽然即系你话可能即系阴谋论少少，就系美其名就系话可能为咗呢个游戏嘅平衡嚟到去做一个禁卡表嘅部署调整啦，系嘛？咁啊，其实实际上咧，其实你依家先做，我觉得就已经系太过，即系嗰个意图太嘅明显啊！你明唔明？意图太过明显啊！你依家先做，你可能我一开始第一日营运嘅时候，我个方针已经系咁样啦。诶，咁又唔同喎、啊，系嘛？你嚟到今时今日先嚟到去搞坛咁嘅嘢，咁意图
即系已经呼之欲出啦，系嘛？各位系嘛？即系明眼人心照啦，呢啲啱唔啱？你谂啲咩缩数？系人系鬼啊？睇透晒啦，呢啲系嘛？所以即系路遥啊，知马力啊，一久咧就见 K 写心啦，系嘛？咁啊呢啲啊，即系好明显地就系一个即系嗰个营销政策嘅改变啦，系嘛？咁啊，其实纯粹就系、是，即系我觉得就唔系话真系讲到咁大义凛然咁，为咗呢、這个游戏嘅杜绝呢个 OTK 啊，令到游戏更加多元化。我你依家先讲呢啲，咪咁做作啦，大佬啱啱？你系你一开波你啊咁样同我搞啊，咁我啊服你啦。你依家哇做咗两三年先嚟搞弹咁嘅嘢，摆到明啦系嘛，各位画公仔唔使画出肠啦系嘛，唔使我讲心照啦呢啲啱唔啱？所以呢啲意图好明显，太明显啦啊！所以从商业角度嚟讲呢，意图太明显啦啊！即系呢啲话咩啊？为咗丰富依家嘅环境。啊杜绝呢个 OTK, 啊美其名啫，讲出嚟好听啲啫，大佬你盘数系点样傻嘅都知啦，啱唔啱？所以呢个禁卡表就系预示到一啲咁嘅嘢囉，係咪啊，依家 Case 已经发现到冇乜人玩隻 game, 根本就系、是因为 OTK 逼死玩家退坑迟啦，已经即系佢发现问题嘅时候可能尽早解决，即系唔使即系佢依家系点呀，即系你话亡羊补牢就为时未晚嘅，系嘛？但你唔系亡羊补牢啦，你依家系你个牢烂咗，啲羊已经走晒去啦，系嘛？你剩翻几丁羊喺度，即系可能本身啊十万羊俾你圈养住嘅，系嘛？哇！但系你嗰个围栏啊烂咗啦，系嘛？你一日唔理，唉，算啦，啊，走两只出去啫，系嘛？俾狼担咗两只走啫，唉，唔理佢啦，系嘛？每日啊走两只，每日走两只，哇吓，走咗成两三年之后，哇死落！点解我望下兜羊？喂，原本我十万羊嘅，点解得翻我一两万嘅？点解系嘛？哇，先嚟搞咁嘅大剂啦，系嘛？所以即系如果系有心，即系你原本嚟讲，你有心养嗰兜羊，养嗰兜羊啊，养嗰批羊啊，养嗰群羊啊，唔知点讲啦。总之你如果有心养羊嘅话咧。系嘛？应该哇，亡羊就即刻补牢啦，大佬啱啱？哇，见到走咗两只羊出去，嗱林补翻个啊围栏先，系嘛？应该咁样啊，大佬啱啱？咁啊走剩咗万零只先，系嘛？唉，阴公住，即系好明显，即系意图太明显啦，呢、這个禁卡表。即系亡羊不补牢，为时已经太晚啦！依家吓，咁我哋少一只唔少，我仲有90 million 人下载吓，啊，日日都系咁样谂咯。佢问题就系出喺呢度，日日都系咁样谂咯，系嘛？每日走几只系嘛？好少啫，系嘛？都唔谂下。即少就成多㗎啦，呢啲你兜羊係咁多㗎啦，係咪啱唔啱？咁你塊餅係咁大㗎啦，係咪？因為你走啲咁就冇晒㗎啦，係咪？人類總是犯同樣錯誤啊，小心查水錶啊，我咁样爆 K 射料，一唔系爆 K 射料，傻嘅都知啦，系嘛，大佬，啱唔啱？唔使讲啦，呢啲，唉，
呢啲傻嘅都知啦，真系我只不过系即系画公仔画出肠少少咁样咯，系嘛？